挑战吃一天紫色食物。早餐时间，有办法了，这样就变成紫色了。还是白色的味道哎。紫色窝窝头加点紫米粥。爆浆窝窝头。面包加点汁就变紫色的了。边边不是紫色，水果地区，水果时间。这只能是瓶。蓝莓里也不是紫色的，还好黑莓是。尝一下，酸酸甜甜，很好吃。哎呀，要不要那么紫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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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还蛮好吃的，真的。汤也是紫色的，弟弟也被吸引过来，光盘了。一起笑开心吧。紫薯干，西西豆，浅紫色的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怎么忙怎么忙了。这个葡萄味很浓哎。好喝，弟弟又来了，别人的都好喝，整整一天都没有吃到肉。你们觉得挑战成功了吗？